这九一鼎传功，每位弟子一生中只能获得一次殊荣，会根据你们修行的功法，给你们做出最合适的选择。喝下这兽神之血，每当月圆之时，你将会短暂地变身为嗜血怪物，眼中只有杀戮。苍松，你以为你知道当年炼血堂救世人都死了，就没人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《诛仙手游》《诛仙青云志》在中视。